不要走，我要救我老婆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会带你穿越的。这次回去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都听你的。我的教授已经试过很多次了，他穿越到不同的年代，他想要救他病得很重的爸爸，可是到最后也救不成啊。我们改变不了结果的。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啊，绝对是最后一次。你做不到的。为什么你一点同情心都没有的？我已经帮过你很多次了。那一年的除夕夜，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，8频道，你也可以在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。以上节目是由。